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早晨敬拜主的聚会。神的话语在诗篇这样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也许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有欢呼。感谢地赞美主，是吧？今天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主耶稣不单单在星期五的受难节那一天为我们来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他按着神所应许的，他从死里复活。主的复活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面的呢都是有盼望的，我们要感恩。所以今天的早晨，让我们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心，敞开的心，尽情的来敬拜赞美我们上帝，并且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早晨的聚会，神向我们说话，使我们里面呢也能够得到更新。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要感恩，主，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不单单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你更是为我们死，并且为我们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我们要感谢地赞美你，因为你的这个复活证明了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蒙上帝所悦纳的，并且接着你的到来，你在十字架所为我们成就的那个的救恩，主，你为我们开了永生的门，给我们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好能够罪不该单单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更是活在这世界上有你的同在，天天与我们同行，过着丰盛的生命。主啊，因此今天的早晨，我们要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来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如此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所以我们应当要欢喜快乐。我们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一颗确要的灵，来敬拜我们的主复活的大能。我们的主不但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担当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不至灭亡，更是为我们的而复活，带领我们到永生，使我们在今生也能够充满了盼望，等待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看今天的宣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这样说：又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以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国。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高举主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赞美你的生命。
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是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因你是复活的主，你已经得胜，在你的里面我们不再惧怕，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捆绑我们。神啊，我们要高举，我们要歌颂你，你是复活的主。我们来一起唱这首新的诗歌，歌颂复活主。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挪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生？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死？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复活？世上有哪一位救主今天仍活着？我的主是主耶稣，阿门。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挪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神为世人而生，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死？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复活？世上有哪一位救主？主，我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挪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我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是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因为你的爱，你的死，你的复活，我们能够得着赦免，还有新的生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感谢你，全地都是属于你，我们的百一起来敬拜你。你的名字配得一切的赞美，你的名配得一切的颂赞，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洗
在即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王王之王，王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王王之王，王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高举你的圣名，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林俊亮牧师，他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复活的得胜。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10节，让我们一起来开声的来念。第一节，过了安息日，在礼拜日天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震得很厉害，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样子好像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因为害怕他就浑身颤抖，好像死了一样。那使者对妇女们说，你们不要怕，我知道你们在找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吧。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他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你们在那里必看见他，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他们立刻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十分欢喜，
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忽然耶稣向他们迎面而来，说：你们好。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到加利利去，他们在那里必看见我。经文读到这里，我们请牧师。复活节喜乐，有没有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今年的复活节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更深一层的感触，因为我上个月跟师母去了以色列一趟，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感触是非常的深的。那么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充满着千千万万人，不但有基督徒、天主教徒，还有东正教徒，他们都在庆祝耶稣的复活。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这也靠近，这个伊斯兰教的节日，所以那个耶路撒冷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啊。那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叫圣墓堂。那圣墓堂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地方，但是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在那个地方受审问，然后耶稣在那个地方被钉十字架、被埋葬、复活，都在同一个地方啊。那么为什么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重点焦点，在后来的日子的里面，是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就不一样了，那个地方就不一样了。那么在君士坦丁的妈妈在那边建那个教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还找到三个十字架，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十字架是耶稣所钉的十字架，所以他们要怎么 try 呢？怎么 test 一下呢？刚好就有一个人死了，他们就拿其中的一个十字架放在他的身上，结果那个人活了，他们就认为说那个就是真的十字架。那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误会，我今天在 promote 什么东西啊，在提倡什么东西啊？不是的。今天我要告诉你那个十字架自从那个之后一直到今天，没有人再看到十字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唯有一个历史的解说，就是说十字架的几片的碎片今天还在放在罗马的地方。那么除此之外真的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么对于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看见什么我们才相信什么。你还记得当多马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向他显现，那时候他就叫多马说：你用你的手探入我的身体，探入我的钉痕，就知道我是复活的主。所以那么多马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什么？那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就有福了。感谢主，我们就是这一群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却深深的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在这里说，主不但是死里复活，而且是胜利的复活。我们都曾经可能听过死人复活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耶稣的复活就是这么的不一样，是上帝的大能叫他从死里面复活，而且宣告他的复活是一个胜利的复活。所以他的复活胜过黑暗，他的复活
胜过绝望，他的复活胜过死亡，他的复活胜过惧怕。今天我们也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胜过黑暗、死亡、绝望和惧怕，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捆绑了我们。而我们今天一直要提醒自己，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今天，主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今天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都是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庆祝，庆祝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重新的得力，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要再一次的告诉自己，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而且他活在你的心中，永远活在你的心中，你可以从他那儿支取力量，胜过黑暗，胜过绝望，胜过死亡，甚至胜过一个种种的惧怕，种种的惧怕。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当莫达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玛利亚他们跑到那个坟墓的外面的时候，他们很惊讶，看到了那个坟墓的石头已经滚开了。你说坟墓的石头滚开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要让耶稣出来，所以把那个坟墓石头滚开呢？其实不是的，坟墓的石头的滚开是要什么？让玛利亚他们方便进去啊，因为耶稣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的复活的大能能够怎么样让他离开了那个石头的坟墓。所以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经文我们读过了，我们不读了啊，我们直接来到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是输多过赢的，你说对不对啊？输多过赢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输啊，做人也输，甚至读书也输啊，甚至吃东西也输给别人啊，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输的。那是不是姓苏的更多苏呢？不一定啊 ，sorry 啊。所以不是因为你姓苏你就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能够赢？我赢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厉害，也不是我自己的聪明，也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大的学问什么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赢是因为我们靠主得胜。阿门。我们靠主得胜，感谢主啊！耶稣基督在人看来好像是输了，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我相信那个时候仇敌也好，魔鬼也好，他们已经在那边开 party 啊，举杯欢庆啊，在那边哇，很高兴耶稣已经死了。其实我总觉得魔鬼也是非常的矛盾的，在那一刻，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很矛盾的，他的矛盾在哪里呢？他的矛盾就是他很希望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矛盾的就是他也希望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是不是矛盾啊？你们有没有思想这件事情？很矛盾，对不对？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真的死了，不是假假的死了。不是他的门徒把他的身体偷去了，然后说他复活了，不是的。耶稣真的冲破死亡，荣耀的复活。一个人的成就，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也不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下任何的定论。所以这里说，对一般人来讲，是盖棺论定。盖棺论定就是。棺材一盖上去，你的人生就是这样了。你人生是好是不好，开始是失败，后来是成功，还是开始是成功，后来是失败？那个棺材的板一盖上去，你的人生就是这样了。但是对主耶稣来说，盖棺不能论定。为什么？谁也没想到第三天竟然从死里复活了。
魔鬼也从来没有想到耶稣还有这一招，好像走象棋这样僵。没有想到魔鬼这次输得厉害。弟兄姐妹，人算不如天算啊，鬼算也不如天算啊，真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而且像我这里所说的荣耀的复活啊。好，我们看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分成几点来讲。第一，耶稣的死胜过死亡。这里说主耶稣的复活是什么？是震动天地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耶稣的死的时候，地也是有震动，对不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有地震，再来之前也是会有地震。但是主耶稣的复活在这里是什么？大震动。所以同样的，连地都感到震惊的那一种 的讲法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这么的不一样，而我们今天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复活它不是谁说的，这个复活乃是本身是一个事实，本身是一个事实。如果你看其他的教主的坟墓，他们的教主还在里面的，但是你看基督，它是一个什么空的坟墓。就算你今天跑到圣母堂耶路撒冷，你再去看的时候，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是一个地方。但是啊，那些人把那个地方当成是一个神圣的地方，甚至去摸它，去吻它。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在这里死了，耶稣也曾经在这里复活了。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用心灵去感受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是耶稣曾经为你为我的罪而钉死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可以想到耶稣真的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从整个历史我们 都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并没有犯了什么大罪需要被钉十字架，连比拉多都认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那一些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些喊他钉他十字架的人，也是曾经当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边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一个群众，没有主见的群众。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耶稣不但是万王之王，耶稣也是我们复活的主，耶稣也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主。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今天你问一般的人，他们都不会信耶稣复活。你问耶稣是不是死了，是，历史上有这么讲，耶稣已经死了。可是你问耶稣有没有复活，只有基督徒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从各方面来看，我们明白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啊。当然如果看得见的证据啊，我们知道在罗马教廷他们还收藏着一块布叫都灵裹尸布。这个裹尸布呢，就是当时包括耶稣的那块白布，他们认为那块白布 还存在啊。那么在考古学里面呢，他们就真的去研究这块布是不是真的是包括耶稣的那块裹尸布。他们在研究的过程的当中，他们发现到这个裹尸布有一个影子，有一个影子。这个影子的像就是从头到脚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影子在那个地方啊。那么他们发现要有一个影子能够印在一块的布的上面，除非 他要怎么样，他要非常强烈的光才能够可能把一个影子印在那个上面，就好像 photocopy machine 这样，是不是啊？
啊 ，copy，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复印机啊？复印机在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光这样过去，嗖嗖，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就印在那个纸上面。所以他们相信那一个银子是复活的大能的那个光留下的银子。那这个是考古学他们的研究，但是对我们有没有这块布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很重要的，罗马书十章九节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什么，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们不但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心里相信什么？不是相信主啊你是我的救主而已，而且要相信什么？从死里复活，这个 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因为死里复活，它有带着什么？带着一种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什么？胜过死亡的能力。所以我们常说基督徒不怕死啊，你怕不怕死啊？今天，很多人说我不怕的，我 steady 的，我不逼逼的，我不会不怕死的，啊，那是因为死还没有临到你。所以你不觉得死有什么可怕，但是那些在死亡边缘的，他们一想到他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的时候，他们会害怕。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不害怕，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条死亡的路耶稣自己已经走过了，而且他在那死亡的尽头等着我们，要带我们回到天上美好的家乡。弟兄姊妹，就是这么的美。好多年前、当我还在教会 Calvary 教会做牧师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去到柔佛新山细妹的家，然后我们去探访一家人。那么我们就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这个去世的人啊，他还没去世之前，他告诉那些来探望他的弟兄姊妹，告诉他的家人，他说我很高兴，因为耶稣要接我回去了。而且当我记得他们分享的时候说，当他们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他一直看着天花板，然后他说你们看到吗？有好多的天使 在那边，很漂亮的天使在等着要接我回去。我记得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我的头脑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是不用怕死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怕死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怕死啊？因为我们知道死亡的尽头就是永远生命的开始，耶稣基督就在那边等我们，准备要带我们回去。所以我们怕不怕死啊？不怕，哈利路亚，不怕啊！无论你活了什么年纪，你都不用怕。而且你要知道，那一刻我们眼睛关了，气断了，就是我们什么回家的时候了。你回家怕不怕呀？回自己的家怕不怕？不怕。有没有人说我回家很怕？没有的。每个人都很希望回家，而且家里面有你所亲爱的人，对不对？家里面有爱在当中，同样在天上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我们所认识的亲戚朋友，因为他们比我们先回去了。感谢主啊！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点，胜过黑暗。这里圣经说，从正午，从午正到申初，午正就是大概十二点的时候，到申初，申初就是到三点的时候，遍地都黑暗的，遍地都黑暗的。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嘛，四十五节就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遍地都黑暗了。用姐妹，为什么遍地都黑暗了呢？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那么你知道吗？主复活的时候也是什么？是天最快要亮的时候，而天快要亮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还是你每次都是一睡到天亮，管他什么时候最暗的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因为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我们都要守夜的，对不对？有没有守夜？牧师，你有没有守夜？有守夜。所以，特别是守夜的时候，天快要亮的时候，大概四点多五点，那是最暗的时候。但是你看手表，你知道说哇这么暗，但是很快天就要亮了，天要亮了，我可以放下我的军装，我可以休息了。弟兄姐妹，同样的，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是天最黑暗的时候，而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光就带给人盼望嘛，你说对不对？他的光就除去了，主的复活，主的光就除去了世界的黑暗，主的复活，主的光就除去了人心中的黑暗。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黑暗的，你说是不是啊？很多东西都是暗暗的藏在心里面，常常那最暗的东西藏在心里面，就是最不见得人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你有没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藏在你内心里面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对不对？甚至有一些人隐瞒了一生人呢，到了最后一天，他死了，他的棺材在这里，突然间有另外一个女的带了几个孩子来跪在那边，哎呀老公啊，为什么你这么快就走了？她的法妻在旁边看，什么？你叫她老公？哇，你看最黑暗的事情她都可以藏到她人生的最后的那一刻，可不可怕？很可怕。当然还有更多黑暗的事情，可能你曾经做过杀人放火的事情，只是你黑啊，没有被警察抓到。不等于说你的里面就没有黑暗了。最黑暗的就是什么？常常是我们口是心非的一种的表达，是不是啊？口是心非，我觉得那个是也是一种的黑暗。我们嘴巴里面讲啊，没事，没事。OK， 其实很不 OK 的里面，哇，里面说到乱了，里面哇，好多好多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明争暗斗冲突，有没有？我看见你的时候，我笑笑，哎呀，很好啊，希望你活到百岁啊，心里面说，希望你早死早好，最好去外面给车撞，乒乒乓乓，你看多么黑暗，那个心是多么的黑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口是心非。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需要在黑暗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过了黑暗。所以你今天要做的，就是把你心中一切的黑暗交托给主，不要让黑暗继续的在你的灵命里面来控制，来掌权。所以我这里有句话说，你走出黑暗，你心中天亮了没有？你的心天亮了没有？还是今天只有这一两个小时稍微有点亮光，一踏出这里什么光都没有，又是回到黑暗的世界，
又是进入黑暗的一片。愿主帮助我们啊，既然我们是属主的，就像保罗说，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对不对？我们是光明的子女，那我们 所做的所行的当然要有光的见证，有光的表现嘛，你说是不是 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能够光明正大，要对得起，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人，更要对得起我们的耶稣，对得起我们的主。希望这是我们彼此可以勉励的一件事情。第三点，我们要胜过绝望。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说两位玛利亚，他们来到主的坟墓前，他们是爱耶稣的，没有错，他们很爱耶稣，尤其是被鬼附的玛利亚，耶稣让他把他的鬼从他的身上赶出来，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就一直跟随着耶稣，一直服侍耶稣，一直用心深深的爱着耶稣。现在耶稣已经死了，七日的头一日，他们是带着这么一种心来到主的面前呢？他们是带着绝望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手上拿着香膏，他们是要来膏那位怎么样？膏那位还躺在坟墓里面的耶稣。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的。弟兄姐妹，坟墓不是耶稣的终点，死亡也不是我们最后的终站。我们会有绝望、失望，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仰望主耶稣，我们就得希望，我们就有盼望。弟兄姐妹，有一首诗歌说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转眼仰望耶稣。什么时候你需要转眼仰望耶稣？就是当你看人、看世界上和世界上的事情让你非常的痛心，让你非常的失望的时候，你要学习把眼睛转向主耶稣。我们必须要站在高处来俯视所有的问题和困难。当你站在高处俯视的时候，问题不再是问题，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两姐妹，玛利亚，两位玛利亚，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啊，他们一进到那个坟墓的前面，他们就惊讶了。本来几天前这个坟墓是封住的，是石头已经把它盖住那个洞口的，而且兵丁也把这个洞口封住了，而且有兵丁在外面守住的，所以不可能这个坟墓这个洞口是会开的。当时犹太人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祭司，他们就是因为怕说耶稣的门徒会来偷耶稣的尸体，然后去告诉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才去找了那些兵丁守住那个坟墓的。但是在这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墓的石头已经移开了，然后他们一踏进去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什么？看见天使在站在那边。天使对他们说话了，天使对他们说什么话？他说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就是说他复活了，他不在死亡的当中，他不在坟墓的当中，他不在黑暗的当中，他不在绝望的当中。所以我们不要在死亡的当中，在绝望的当中，在黑暗的当中来寻找那位活着的耶稣，因为你找不到，他已经复活了。第二，他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两千多年以来，我们都知道坟墓可以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有力的证据。教主的坟墓是实的，野人的盼望是空的。救主的坟墓是空的，给人的盼望是实的。你知道那个不同在哪里吗？哦，看到的你就是知道说他还在里面。那很清楚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连自己都救不了，他怎么样能够救你呢？但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真的没有，你找不到耶稣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感谢主的。然后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感觉只是停留在那儿。接下来这个使者天使告诉他们说，快去告诉门徒，快去告诉门徒。也就是说，复活的信仰你必须要传开，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信耶稣的人不是自私的，不是好的消息自己收着的。福建话讲，吃好到三步。好，你知道哪里好吃啊，你一定要告诉人家。哎，你知道吗？哦，那边那个摊位，那个东西好吃，那个东西好吃，那个每个人都很喜欢说，而且说很多，是不是？说到你都来不及去吃。但是福音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美好的消息，这么重要的消息，我们讲了多少，我们告诉了多少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一个责任和使命就是要我们去分享，快去告诉，快去告诉人。你多久没有告诉人耶稣已经复活了呢？巴不得这个2023年的复活节给自己一个挑战，告诉人耶稣已经复活了，人家一定会很惊讶，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你就把这个今天所讲的道告诉他，耶稣复活了，因为他胜过死亡。耶稣复活了，因为他胜过黑暗。耶稣复活了，因为他胜过绝望。那么第九节这里给我们看见，愿你们平安。原来当复活的主活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样东西在我们里面，就是平安。平安，你需要平安。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也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内心里面充满着惧怕。最后一点，胜过惧怕。其实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一节、五节、八节、十节经文里面，你看到玛利亚怕，耶稣的门徒也怕，是不是要怕的一起怕？怕就是胆怯的意思吧？哦，啊，甚至门徒也怎么样？门徒也怕到藏在屋子里面不敢出来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20章。说那时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那时候真的他们很怕，他们很怕他们的结果是跟他的老师一样，跟耶稣一样会被抓，甚至搞不好还要被钉十字架也不一定。他们怕，的确死亡带来害怕，绝望带来害怕，黑暗带来害怕。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活在惧怕的当中，是不是啊？而且魔鬼很知道你一点点就怕，他就利用你那个一点点的怕，让这个怕变成更大的怕，而且超然的怕，你知道吗？有些人是怕蟑螂，怕蚂蚁啊，那个你说他小儿科啊，他那个怕不算啊。但是那个怕如果你不能够克服，还有更大的怕摆在你的面前。我觉得今天魔鬼的一个招数很厉害的，他给你的怕不是让你怕你所知道的怕，
也让你怕你所不知道的怕。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让你知道你所知道的怕，也让你知道，也让你去怕你所不知道的怕。哦，很多时候遇到问题，哎呀，惨的，这回真的死了，这回死了，哇，假了了，假了，这把假了的。请问假了的没有？还没有假了。死了没有？还没死。但是你假了蛋，错了蛋，是不是啊？魔鬼这一招太厉害了。医生只不过说我 X 光照到一粒小小的瘤，你回去你就怕到死了。你说这回糟糕了，一粒可以很多粒。有想到说，哎呀，我的谁很谁也是生瘤，后来大粒了，嘣就死了。后来我的谁又生了瘤，后来又死了。现在轮到我生瘤，我看十之八九也是要死了。请问你死了没有？还没死。但是你怕了蛋，错了蛋，是不是啊？你在那边怕，担心，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本来是没有这么严重了，但是想得很严重。很多时候，当我们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惧怕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对人没有信心的时候，惧怕也是进到我们里面，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说，娶老婆不要娶得太漂亮的，嫁老公也不要嫁得太 handsome 的，因为这里头有点怕，是不是啊？好，太漂亮的，就算他结婚了，你也怕。等一下外面还有谁不知道会不会啊、看上他啦什么的啦？那个老公也是哦，很 handsome 哦，也是。哎呀，老公一出去就担心，从出门担心到他回家，是不是啊？人家多几都不多一下子，哇！老公出门还要 set 头发，还要喷香水，他更怕了。他说：“你跟我在一起，你都没有这样啊、哦！你去到外面，现在每天出门都要 set 头发，要喷香水，哦，他怕了。”你会看到吗？人真的是，如果对人没有信心的时候，也是有惧怕。不要说人对人，人对自己也是这样。当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也是怕。所以很多学生一遇到考试的时候，好像有考试并发症，是不是啊？突然间头痛啊，或者是痉挛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如果那一天老师说：“哦，今天不用考试，嘿啊，哇，他就哇、哦、松了一口气。”最近我在开这个丰收福建丰收的这个培训中心哈、啊，啊，我们有感谢主，我们有。27个学生来自17间教会啊，就是一起用福建话来上课啊。那我一开始跟他们说，放心，你们所上的课都没有考试，哇，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很多人还是会怕考试的，真的真的。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们也是会有一点怕的，你说对不对啊？我还记得前两年，我去拿了政府的钱去上一个课，电脑的课啊，上完之后要考试，我跟你讲，哇，真的那个晚上我紧张得不得了，一直背啊，一直看啊，而且他限定你在多几个小时里面要完成多少个题目，你知道吗？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就不是这一行的，啊，如果换成天燕就没有问题了哈。是吧？但是换成是我，我就真的逼错了，哦，哇！一直到考试结束，还好，感谢主及格啊，还拿了一个 certificate 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胜过惧怕呢？不是说服自己，而是什么？依靠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惧怕。这里给我们看见。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官府、宗教领袖都感到震撼，感到不安。门徒开始也是惧怕，后来他们竟然勇敢地站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惧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弟兄姐妹，跟后来我们看见这些怕到关在
房子里面的门徒们，他们竟然能够冲破惧怕，竟然能够站在会堂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的前面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我跟你讲，这个疑症比之前的那个震动更加的厉害，也因着这些门徒勇敢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福音传遍小亚细亚，传遍欧洲，传遍世界各地，传到新加坡，传到 Calvary Baptist Church， 让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这位爱我们的耶稣，胜过死亡的耶稣，胜过惧怕的耶稣，胜过绝望的耶稣，胜过黑暗的耶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帮助我们今天一定要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林牧师，他的分享，是的，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能够活在不在惧怕里面，因为我们的主带领我们，我们一切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他活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他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说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们感谢我们主，哈利路亚。请坐。感谢主，好。